4月30号啦，将会成为我哋一个特别嘅日子。喺过去呢8年咧，我哋经历咗好多啦，有开心快乐啦，亦都有挑战。咁最初我由第一眼见到你开始咧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好特别嘅女仔。咁平时咧，样样嘢咧，你都谂咗我先。先再想你自己的生活上面很多细节你都会为我设想，咁有时虽然我冇讲到出口啦，但其实我全部都感受到嘅。我喺你身上面感受到咩叫爱。咁毕业之后第一份工，全靠有你对我嘅信任啦。即使有时我想做一啲好冒险，但我觉得可行嘅决定，你都全力支持我，同埋俾咗好多意见我。多谢你老婆。多谢你俾机会我证明我自己对你嘅爱，由你先有今日嘅我，追到你系我呢世人最大嘅成就，我爱你老婆。无论环境顺逆、疾病健康，我都永远爱护你、尊重你，终身不渝。